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。你刚刚去爬山是吧？对。那你沿途这样爬山，有没有经过的？有没有遇到其他的中山客？没有了没有了哈。那现在台风来了，进入离开山区，然后回去哦哈。好了。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